严鹏控卫的机会，命中了本场比赛。阿联直上夹击，中间穿过，弗雷特抛投不错啊，太极不错。弗雷特控卫的机会，抛一个再一个抛投，好球。今天弗雷特他面对广东防守，我觉得选择还不错，他没有他的这个转移球更快一些，让无球要打得多一些。我。 也是第一节打的精彩，对，然后迅速的被打花。我们来看看啊，双方都是双外援，弗雷戴特一定要站出来得分，同时起。其实我觉得阿联那个其实是个更好的机会。靠一下，没走开，嚯！ 哇，弗雷特被甩到身后，又打了一个8-0，还是要更多的去转移球，那强打呀，不容易啊。弗雷特再命中率往下走，现在转移球也是受到广东队防守挑战。哎，这球，这球胡明轩没打成啊。嗯，斯科拉再加速。弗雷特，哇，这球好球啊！这球，弗雷特。 三打三，吴明轩咬，往前再给斯科拉，这一回扣了。上一队进攻效率提升之后啊，他们就能压住对手的速度，不让对手打起转换。他有点这个就是。 身体上可能不太和田亮浩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灵气上和当年田亮浩有点相似。嗯，弗雷特打进一个两分，比赛是越来越慢。刚刚那个身体失去平衡之后。 好球！这球过得漂亮啊！哎，这个球真的是穿花弧。没错，今天弗雷特三分线外三投零中。断了。拿回来，给到篮下。哎呀，第一点没有。上一队今天自己在进攻里面，其实给广东队带来不少威胁。他们今天的进攻很有侵略性。弗雷特再来一个，有没有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三分命中。他呢，就是一直会坚持投，因为毕竟三分对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威力太强。 3秒，2秒。差点之前出手差点，今天有机会并没有给。时间，注意时间。雷特，哦哟，雷姆斯的犯规。场上的时候，这个反击速度是最可怕的。起码你以这种方式去，在这突进去了。 高抛打板，都在上线，都在往上防，刚才手离三号了。嗯，我可以打啊！我他顶着维姆斯强打命中啊！今天是三分不怎么准，投一中。这还是一个球商很高的球员，造成身体接触之后的出手。嗯，这也相当于打。 哎呦，杜兰特这球啊，现在咱判2-3了啊！2-1，没传。嘿呦，弗雷戴特这反应真快啊！嗯，挑战状态进攻篮板球。手递球给一个，嘿！弗雷戴特今天这个抛投还真是厉害。嗯，要三分，自然来一个三分。第二个三分球，来一个三分。 弗雷特下半场还没有出手过，提升速度。弗雷特冲篮筐，好球！刘旭东被替换上场，现在要过去，太小了啊！嗯，8秒，空间要转开，还转了，嘿，靠着手感把这球挑进去了。
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给他创造更好的分机会。对，其实广队希望他这么自己个人攻。现在我觉得其他难得的空位，弗雷戴特兜出来了，三分钟，广东稍微一疏忽，对，机会就出来了。这是这一节可能弗雷特就从八分钟上场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空位，对，最好的一机会了。嗯，维姆斯被干扰了，弗雷戴特推速度，罗旭东跑得非常快，退回来了，全回来了，退回来了。弗雷特还是要压一下时间了，压一下时间，经常造你犯规可能，刹车。造犯规，造你犯规就是啊。半钟时间落后九分，广东队是可以追的啊。嗯，现在他们自己进攻上看不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广东队其实一个外线非常准的一个，应该是弗雷戴特啊，今天得分也是全队最高啊，已经拿到了39分。今天虽然在比赛中有过一些不太好的选择，但大部分是。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合理。阿联封盖转换大帽，看看啊，赵瑞，赵瑞进攻犯规，这球进攻犯规，赵瑞行进过程当中用手臂推开了对手，被裁判。这球没有什么命中率远高于60%的啊。两罚一中，11投7，11罚7中。哎呦，抢断了，2打1，背后传给刘伟盖了。这是先吹的先。吹了一个尾起啊，吹了一个尾起啊，应该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第一次没有站，没有站，没有站这个抢篮位置。两发传中，还是一个尾起，是一个技术犯规，应该技犯，有一个技犯在吹了一个犯规，那计分给的是谁啊？那这样呢？三次罚球的机会，三罚全中，一个是计算，然后是这个罚球，这个对吧？三分没有，这关键时刻，今天广东队的三分球啊，真的是今天不准啊。今天真的是三分球不准，没错。好的，时间到了，能到了。这样呢，弗莱特运完了最后的时间，110-104，上海队以6分的优势，是爆冷击败了领头羊广东队。